MT 游戏公司就像是生来的善与恶的一个结合体。这几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工作外16个小时在干什么。封闭环境可以消灭人类的情绪。这公司进来了不让人出去，进去就出来了。那我们还来吗？公司哪方面吸引到你？因为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。我错了，请原谅。很享受。非常和蔼，一切为公司着想。我们公司决定录用你为正式员工。今天要给你一项任务。你不会变了吧？你这个卧底！我知道我的身份了，我现在来暗杀你，你是不是卧底？玩这套，我想当个好人。东西都交出来，绝不允许这六个人离开。入职公司为什么这么累啊？快走！等一下，会是谁呢？这个人不可不防。别跑！你都有点像产品一样。